Hello， 我是仔健。國際培友會的宗旨就是希望令到這些小朋友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，同埋他們有書讀。而今年國際培友會啱啱是75周年，所以特別呢在3月4日海洋公園舉辦陪你同行這個步行籌款，而得到的款項就會幫助中國、柬埔寨和非洲肯尼亞的小朋友。不用想了，3月4日見，全愛全心 Pass it on。